哪个是篮子？这个吗？哪个是篮子？啊，终于看到直播，太开心！好开心吧，我也开心。外面，门外，你看，我胡萝卜都给他踩好了。哼，门外是篮子，要不要给他开门呢？我把你的钥匙放在花瓶里，走，还是，哎呀，还是埋在玫瑰这儿吧。我知道了，椅子旁边，我去拿。我不得绕开他吗？我不得躲开他吗？呀呀呀呀！完了，看着你的胡萝卜，若有所思。哦，这个是篮子，我以为这个是，我以为这个是双肩背呢。背背，齐了。让我们来一首优美的音乐。当当啷啷当当，当当啷啷当啷，吼哈当当啷啷当啷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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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嘿，还有任务吗？让园丁锤到大拇指。哦，锤大拇指，动手，动手，淹了你的院子。怎么样的锤到大拇指呢？哎，完了！一看，哟，哎呦，我的院子歪了，好嘛！没事，我帮你进去看看啊，真是有别人捣乱，看看怎么样的锤到大拇指呢？让他进去，好嘞，那进去啊，走，给他拿钥匙，拿钥匙，走。老头，我给你送钥匙来了，来，从这个门缝伸手进来拿吧。进不来是吧？好嘞，我给你送出去。本比，我叫本比。本比，嗯，这儿进。捡啊！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打我干嘛？他踢我，是他踢我还是我绊他？吓一跳！咋了？你先别管那个，来订牌子来，来，牌子呢？哎，都不认识了是吧？大爷，哎，牌子呢？大爷，你们家牌子呢？有我肖像那个，这儿了。大爷，你看这个牌子上面有我的照片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暗恋我？你看怎么还去弄啊？弄牌子呀？弄白菜干什么？那白菜着什么急了？白菜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看看你画的我的照片，你还说你不喜欢我？
滚蛋！你看看，来啊，快把这个拍子定起来！来来来，你看我长得跟那个拍子上的像不像？来来来，来呀来呀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！我给你让开，我给你让道。准备。没事儿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就看不见是谁在叫，看不见吧？哎，冲刺过面喽！哈哈哈哈，我来到了哪里，杰斯？这可以拿吗？嘿，扔到垃圾桶里。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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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带球过人的技术像不像亨利？即刻，弟弟。滚蛋！嘿，好了。找我来呀，找我来，小屁孩，试验田鸡。我能不能把这个人带走？不行。哦，眼镜掉了。哎嘿，我去把他的遥控飞机卖掉。哎呀，老板，收不收遥控飞机？开不了门。老板，收不收遥控飞机？我看一眼任务啊，打坏扫帚，把小男孩困在电话亭，让小男孩戴错眼镜。困在电话亭，让小男孩戴错眼镜。那我首先得有一个别的眼镜给他，我先在这个城市里溜一圈看看啊。啊，这里有没有眼镜？没有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打我！即刻。我的，给我！
给我，给我。好，你等着。好，你要这个，那别怪我了。那我要这个。走，你到底要哪个？你选，你选一个，咱俩一人一个。宋凯，哎，绊你个跟头！我居然给怼上了！哎，没了，没有了。我心爱的小魔豆，那个胡萝卜，飞机，我不是不做任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水里，嘿嘿，卖不出去了，嘿嘿。哟，哦，把小男孩腿水里摔倒，把飞机放摊位上，好嘞。他跑出水里了，我还追不上他。眼镜儿，走啦！把眼镜放在哪儿呢？让小男孩戴错眼镜。放这儿。我给你送眼镜来了。来，你的眼镜在这儿了。来，戴上吧，孩子。拿小灰机，走。嗨，你总赶我干嘛？
卖眼镜的架子。没有，在那边了吧？啊，我走行吗？我走。啊，飞机，嗯，你倒不吃亏啊，你自己拿着飞机就搁上了，对吗？哎，我一猜，那是你的吗，老太太？你看清楚了，抢个眼镜走。呵呵，呀，掉了。来，小蓝海，你的眼镜来了，来试试这个，包你喜欢。嘿，不，看不见的。把小男孩困在电话亭，那是人家的飞机。啊！你不要追我！你要不要？我的了！哈哈哈！藏在角落里，把你们家货全搬走！打起来了！哎，少抽烟。哎，好嘞。你那哨子头都让我藏起来了，拿个棍儿，你等着，一会儿我想给他赶过去，你等着。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我不给你们家哎全搬空，你等着的。还拿飞机，快跑！快进去！哦，呵呵，上电视了，嘿，走。哎，去购物，放入篮子，牙刷、卫生纸，好，去购物了。篮子，滚蛋，没有你事儿，滚蛋！解锁成就。好，我现在要去购物了啊！这游戏就叫《导弹鹅》，但是英文的，英文。对，你搜百度搜导弹鹅就可以搜到那什么了，就搜到英文的了。嗯，好，我把我的购物点选择在这里，走，把我的东西放进去，走，都是我的。牙刷、卫生纸、发刷 ，OK。卫生纸让我扔了，哦，好嘞，我去捡回来。卫生纸他给拿回去了，好像。哦，没有。
哦，卫生纸让我扔了。看什么看？看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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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？我去找卫生纸。哎，没有了卫生纸。卫生纸，点一点赞啊，朋友们。卫生纸。哎，我在这藏的那个头呢？往左边走，哦。Hello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哎，这是我的本命游戏。牙刷在哪儿了？牙刷。哪个能拿？哪个？啊！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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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。卫生纸呢？在汽车后面了。车边地上刚才小男孩他没要哦。对，卫生纸在这儿。我要给送，我是要送给园丁的。哎，园丁拜拜。哎呀，弄得够利索的，蛤蟆。吓你一跳，嘿。去，走喽！送玫瑰去吧。哎，看什么看？滚蛋！我的了，你看，我给你送飞机来了，牙刷。哎，我给你POS机拿走，老不死的。嘿嘿，我把你的笤帚啊放进车库，然后我就可以啊把你关进去了，然后外面的东西我随便拿，放在明显的位置，走。